是王瑞瑶，你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。刚刚给大家介绍了东北八大碗，可是大家一定觉得很奇怪，对不对？因为怎么八大碗变大了，变十六碗这么多？好，因为呢，这次呢，来到了台湾沈阳的香格里拉的刘师傅 ，Hello， 你好，大家好。是，你知道刘师傅呢做了 double， 就是两个八大碗的内容。我们来请 Eddie 来介绍，笑得很开心。同样，宝师傅打灯。你打我干嘛了？宝师傅，你打好一点嘛。好，我们来开始，来跟听众朋友介绍这道八大碗呢。这是这个叫黄蚬，大陆叫黄蚬，这是蛤蜊，但是这是和海瓜子一样的哈。那我们就用那个白玉，白玉就是冬瓜，把它蒸透了哈，把黄蚬那个汁扒了之后再放进去，这是扒菜嘛。再来，这是扒菜。我们再来，这是焖菜，油焖大虾。你看这个虾多大。好肥美哦！用那个油焖大虾，然后再来一个酱。刚刚我们有酱牛肉嘛，这个叫酱牛尾，就是酱牛尾哦。这个叫酱牛尾巴，然后再来这个酱牛尾巴要做多久？哦，这个要好几个小时。你看它的颜色，而且我想给大家端一端看一下。我刚才拍照的时候有一个端一端感。然后我们再来一个烧那个。蘑菇烧蹄筋，蘑菇烧蹄筋，这两个蘑菇是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师傅在这两个一个红温。师傅，你介绍这两个，一个是小鸡炖蘑菇，一个是蘑菇炖蹄筋，两个蘑菇不一样。听说他们坐飞机来坐了八个小时才到。对对 对，一个是红松蛾，一个是真蘑。嗯哼，有什么不一样？一个短的，一个长的。环境不一样，师傅。长在哪里？那个榛蘑呀，是生长在我们东北特产的榛子，榛子树周边。榛子树。对，周边产的蘑菇就叫榛蘑。榛蘑。那个红松蘑呢，是在松树的周边长的蘑菇，就叫红松蘑。好，接下来呢 ，Eddie 哥哥继续这道。我们这个叫那个土豆炖排骨。土豆炖排骨。其实也有很多好精彩的菜，我们总有一些可以下饭呢、啊，那垫肚子。没有，土豆炖排骨是好菜啊。好菜吗 ？Eddie， 对，这个是好下饭的菜。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素的哈，虾子那个烧那个笋。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其实并不是笋，没有洗干净哈，上面粘的这一粒一粒黑黑的，其实就是虾子。我们叫虾子玉笋。虾子玉笋。好。它大陆叫碧笋，一个笔毛笔的笔。笔笋。它的样子是不是像一支笔、那个头哈、就是叫笔笋。笔笋。然后我们再来还有一个叫素的菜，就是蒜蓉蒸茄子。蒜蓉蒸，这道很香。有蒸嘛哈。我们再来一个溜，就是三鲜溜蘑菇。三鲜溜蘑菇。对。给大家看一下，哥哥你灯光打高，我要拉远拉远给大家看看，这次来到香格里拉远东饭店所吃到的八大碗，是八大碗加八大碗，十六大碗，也是大家讲的 double 八大碗。谢谢刘师傅，谢谢 Eddie， 谢谢，拜拜。